到咱的一寡不要紧，也是咱的任务，咱做起来的。恁的上帝讲，用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。因的姐姐已经分清清楚，有啥话讲，要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。但个山谷拢咧吞海甜，弯弯的咧解河堤。上主的恩典一定显现，这些上主阿弥亲随声宣布，有啥讲你就宣布，就讲人亲像草，草会动，花会谢。报好消息予锡安的人啊，要上关山。要大大声话，唔免惊。看，至高的上主要带大欢迎来临。看，伊唱转来的人，要甲伊三做伙来。伊要亲像牧者做伊的羊群。这声。
伫《路加福音书》十六章第十节，《路加福音书》十六章第十节，咱先来用台语来念，再来。伫至少我的书一中的，伫大个也一中，伫至少我的书不见的。欢迎咱来。